球国际篮球赛全球总决赛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二阶段41-48场、57-64场的比赛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请大家把手机调至静音或者关闭状态。在场内进行吸烟、拍照，请关闭闪光灯，谢谢您的合作。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大队裁判员温龙龙。运动员法国选手穆罕默德和艾兰萨比。流流光选手让瓦罗。二号台裁判员刘东来。Table number two, referee 刘东来。运动员王龙选手八号告日起诉人。Lions, Dr. Smith, 俄罗斯选手亚纳舒舒格。亚纳舒舒格。三号台裁判员王丽婷。Table number three, referee 王丽婷。运动员刘刘光选手马修赛瑞林。日本选手冰上上空。四号台裁判员温天鹤。Table number four, referee 温天鹤。运动员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哈迈德和莫尔西基。马来西亚选手伊布拉辛本阿比亚。五号台裁判员薛浩。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施巴库玛。荷兰选手昆鹏昂格斯斯。六号台裁判员傅依然。运动员加拿大选手大卫罗。王龙选手罗特库珍。八号台裁判员高东英。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王涛一。马来西亚选手梁伟龙。九号台裁判员王忠尧。运动员乌克兰选手丹尼尔卡蒂亚耶夫。印度选手布平尼尔西格蒙加。十号台裁判员范本涛。运动员荷兰选手帕斯萨穆勒鲁夫。金巴布韦选手威斯德鲁姆尼治。十一号台裁判员郑俊立。运动员蒙古选手吴阿瓦尔吉玉嘎达。马来西亚选手分串串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刘关。运动员英国选手托马斯希尔。蒙古选手阿德利德尔夫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孙树进。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叶天元。
葡萄牙选手安纳波格尔森。十四号台裁判员张新路。运动员加拿大选手安德鲁夫洛布莱斯斯基。韩国选手崔金明。TV 二号台裁判员冯大奇。运动员菲律宾选手约翰楚阿。英国选手帕特霍兹。TV 一号台裁判员王朗耀。纪录裁判员张新国杨之光。运动员英国选手本罗兰。韩国选手巴拿马人乌亚。现在比赛开始时，
Thank you.